然后到水库的进水口、溢洪道、大坝和地下发电厂等处参观。他对工程内容和完成后的效益询问得非常详细。这洪水库是远东最大的一座水利工程，集水面积有481平方公里，蓄水量达7.8亿立方公尺，总工程费60多亿元。除了可以灌溉农田将近10万公顷以外，还可以防洪、给水以及发电，每年的效益达新台币4亿元。